各位小金粉，大家好，我是 K I N 阿金，他就给他买下去啦。我们先买这一台好啦，这一台他的车头灯怎么变好看的、欸？有没有？来，威皮公路霸者 G T X 第一部哦，带着这辆50年代最吸睛的肌肉车，将它介绍给当代最酷炫的美国超跑。第二步，让他俩在安静的车库里独处，然后呢，然后什么高纯度的汽油和润滑油，给他们在无所事事闲暇时光享用。第三步，这个公路霸者就此诞生。你的基因够强猛，近亲成家又何妨？他到底在讲什么啦？这第一步、第二步、第三步，到底有谁看得懂啊？完全看不懂他在写三小。我们直接购买了、啊，专心看一下这台的外观，前面超流线的，然后引擎盖上面挖了两个洞，然后前面也有进气啊，然后侧面道奇跟野马的合体啊，这是两门的跑车啦，然后有个漂亮的尾灯，这尾灯看起来很漂亮啊，蛮特别的，然后中间有一条白线哎、欸，这个有一条白线，然后一个框，然后我们看一下内装啊，内装，我们看一下，好像看起来内装比较好看哦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这么觉得？内装看起来不错哦，现在这一台看起来内装是好一点啊，因为不像之前真的很丑啊，对不对？不过这萤幕看起来是很普通啊，有没有那种黑色白色的，然后冷气三环表，然后但是造型看起来是蛮特别的啦，它这边驾驶座的那种位置还蛮有霸气的，然后那个副驾驶座感觉就是比较小一点，有没有？这样看起来的一个感觉。好，接下来啦，开始改装，护具升级100%，刹车赛车级刹车，前保险杆贴满满扩充保险杆，前保险杆贴满满会不会很泡啊？再来一个贴满满。超多贴满满的，有没有？引擎调教直接给它升级成最强啦，这个加速已经全满了，引擎调校好。再来是排气管拉力用排气管喷火，哇，这样超帅的，这种好像就是要烧成这种蓝蓝的这种感觉才感觉这种材质比较爽，有没有？就这个，然后挡泥板轮毂。哇，改这个怎么莫名的一种丑感啊，全部都改贴满满，有没有？一台帅车也会变得有点搞笑。好，就这台，就这台贴满满，我们全部都贴满满风格啊。水箱护罩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不然这些看起来其实差不多啊。我们来一个那个粉碎机刀型，哦，这名字取得超怪啊。这个整个车头看起来超前卫的，有没有？那个水箱护罩有点特别，引擎盖哦，原厂其实就已经蛮炫啊。我发现它引擎盖跟这个车灯的位置是真的是算是蛮特别的，感觉引擎盖特别长，有没有超过车灯的感觉？车灯前面有一个小屋檐啊，哦，这个就是简朴的，我更认为它是原厂，好不好？还是要全部贴满满，全部贴满满就要这个了，贴满满这个超花，有没有？这个花要爆哦，这个有花，好，我们就改这个，好，全部贴满满，原厂的是蛮好看的啦，然后挖洞的也不错，带这个喇叭随便改一个吧，货车的哦，我要改货车的感觉就很炫，然后大灯哦，大灯当然一定要改啦，哦，你看这个眼睛很像那种机器人钢弹的眼睛，有没有？还是什么的，好像不知道什么机器人的眼睛就长这样子啊，哦，帅帅的，这台做很特别啊，真车的那个大灯也是长这样子吗？霓虹灯配置哦，前后左右全部霓虹灯颜色，诶，按错，车灯，然后再是挡泥罩，威皮挡泥罩哦，这有跟没有，有的话感觉比较像在跑拉力，有没有？才不会喷泥土啊，哦，800块给他，车牌黑色的 LKK 哦，老样子，来一个赛车黄吗？赛车黄好了，就赛车黄，副色调应该要一样吧，不然就是黑色，黑色应该这样比较配了。
哦，有没有黑色的？然后后面板就可以改个那个颜色，有没有？刚才上面这个后面板直接改副色调，不就变黑漆漆了？有没有？这个只要4300，这个11000哦，骗钱，改这个就好了，有没有？好，原厂的就来原厂的，这个没有贴满满啊，有贴满我就全部改贴满满，好不好？车顶应该有啊，车顶我相信应该会有贴满满。哎，你看贴满满简朴车顶，所以看起来最适合的人选就是贴满满扩充侧裙啊。就是这个啦，就决定是你了，哦，有没有老流版？老流版，哦，老流版很重要哦。我是觉得17不错啦，17啊，17我觉得 OK， 这17啊，悬吊系统，竞速级，竞速级，有哦。有哦，改到非常的低哦，挡泥板都已经磨地板啦、啊，这个应该会常常刮地板的一个车子啊，这超低的、啊，超低底盘，赛车级变速箱，这一定要改啊，车轮，好啦 ，S 速王 S 速王，哦换一下，好 ，S 速王，你们愿望实现了、啊。就 S 速王，然后轮圈颜色，对，感觉电镀的好了，这就电镀的。轮胎，轮胎款式，客制化轮胎，强化轮胎，烧胎烟雾就不改啦。然后车窗，好，一样老样子，改透明的，穿透感十足。哎、欸，改完了、欸，改完了，我们就把它开至离开至地面出口，来看这一台改完到底炫不炫炮啊！我现在改这样已经非常炫了、啊，整个都是贴满满的风格，然后配上这样子的排气管，然后挡泥板跟这样的天花板，你看这个车灯，然后你们看看，超帅的、啊，有没有？哎、欸。超帅的这个车灯，好，我们来试一下这个起步。哎呦呦呦呦呦，哎呦，这三宝差点抓到我。我来看一下这个加速度到底如何哦。感觉这个速度，哎呦，这个稳定度，哎，车子还算稳，比其他美式肌肉车还要稳。它该不会比那一台叫什么？那台叫什么？死亡公爵还要快吧？哎呦，哎，新款的美式肌肉车有快哦。你们觉得有没有比死亡公爵快啊？如果这台比死亡公爵快的话，之后美式肌肉车就没人开死亡公爵啦。猛猛的、欸。搭地上的表现应该也是蛮厉害的、哦，可以小小的测试一下，有没有？这个可以算可以潜很深啊，因为引擎这个排气管改超高的、啊，但是我刚才已经测过了、啊，它还是确定是不防水的、啊。搭地上开起来。会甩哦，你看这样的情形看起来是会甩的，所以当有大弯的时候，它会甩来甩去。那平地是还蛮稳健的啊。然后你看这边的那个涂鸦跟我的这个贴满满有一种相融合的感觉。来啦，哎、欸，你们觉得这还几秒？你们觉得这还几秒？来喽！哦，起步稍微打滑了一下，所以真的差不多有可能是20。哎呦，尾速有点快哎、欸，尾速有点快哦。该不会真的23吧？没那么快吧？每次就23超快、欸。17秒18秒，哎、欸，真是超快、欸！
看一下第一人称的视角。哦哦呜呜，哎、欸，超慢呢、欸！我以为它很快、欸，就多少？26.6，怎么那么慢？超慢呢、欸！那还是死亡公爵比较强啊！哇，那这台要干嘛？我看那台是客制化的嘛，没错啊。这台怎么那么慢？坏，这台新车哎、欸，不是一台烂车。小刀给他割一下、啊，你烂车嘛？烂车，哎，怎么不拿出来？用甩棍，用警棍。哦，好，开一下引擎盖，看一下你的载具。哦，载具门全开，引擎开起来，大灯开起来。哎，他屁股是可以打开的、哦，我看一下后面长怎么样。哦，超小置物箱哎、欸欸，你们看这个置物箱，置物箱怎么小成这样子啊？烂车，烂车，置物箱超级小啊，这么小要叫人家怎么办？喜欢我的影片呢，就给他用力按到1000个喜欢。然后想要看我更多的影片，可以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